好的，红蓝两队即将要进行的是桌球项目。不过呢，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赛。我们的大来宾福原爱要跟红队的领队，他的先生江宏杰要来一场表演赛。听到太精彩了！福原爱跟江宏杰曾经在正式的国际赛有对战过，是在混双的比赛，当时呢是代表中华队的江宏杰打败了代表这个日本队的福原爱，好啊！然后现实生活当中，哎，成为了人生的伴侣了。我们是按照正式的比赛检查球拍，我在猜哦，谁赢了哦？回家之后说话就比较大声，而且来回刚刚一直在哦，哎呦，你的节奏，看到真的眼泪流下来了。对，好久没看到福原爱，其实也很久没看到江宏杰打球了。桌球比赛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热身对打，其实是相当有礼貌性的，就是你要让对方呢有杀球的练习机会，那你就负责平推挡回去，那不能说我在一直练杀球，完全不让你练杀球。比赛开始。哇，这个小小爱啊，平推过来没有过网。你看小爱刚刚真可爱，没有过网，哎呀，一个很可爱的姿势。小球没有杀好，那个刚刚已经掉出了桌碗，好精彩哦！哇，杀小爱！哇，小爱急杀，再杀，江宏杰救回来，再杀，再扣，还救回来，想要放短球就没过网，不断的呢在杀球之后，小爱非常聪明，想要放一个短球，结果没有过网。飞球剪掉。好，目前呢江宏杰2-1的领先，一个高抛的发球。这个球弹到自己身上了，江宏杰再得一分。一个底抛发球之后变线，哇，这个球啊，拍面呢没有杀好，对，没有杀好啊，拍面没有压下来，出界了，对，一切也没有打到小杰前方的这个桌上。哇，江宏杰4-1的领先。哦，没有杀过网哦，所以小爱得一分。谢谢。小爱的想法观念都非常正确。你这个斜线挡住了对方的赛末点。就上来了。好。5-3，打球球技好，颜值又高，真的是赏心悦目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你们双方战成平手了，我还没有分数要回去。好，5-5了。这一球，江宏杰想要杀直线出界。好 ，OK， 小爱能不能再抢下最后一分？哇，结果回球出界。好，目前小爱已经是金牌救回来，这个哇，放一个短球，高抛的发球，正确哦，江宏杰这球竟然痛下杀手。哦，小杰最后是，可以了，
了。可能最后那球杀过去。这是红队领队的气势，是给我展现出来。我也借由全明星运动会，我们看到了福原爱跟江宏杰啊同场对决啊，真的是好难得的画面。是啊，大家今天真的是有福了耶，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在比桌球。我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碰球了，蛮快乐的那个时间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打桌球。